呢是端午节，那我这位是我的姐妹，我们现在呢要去另外一位姐妹的家，但是大家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吗？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当个肥宅。没错，我们连假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当个肥宅，但是怎么样当肥宅呢？我们现在就带你一起来看看。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朋友的家。依照我们刚刚讲的呢，没错，我们现在就来进行我们肥宅日的活动。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打电动。来，这边有展示，你知道我周围已经充斥了一些肥宅的氛围，就是呢，我们肥宅就意味着我们一整天的就会像这样吃吃喝喝打打电动度过哦。嗨姐，嗨姐，好了，超级电，哎哎哎，站好。偷走。你在搞痴呆？对，痴呆鼠。耶，吃得很欢乐。耶，你要去说的吗？没错，哪里哪里？妈妈是在左上方。哦，我们要先建一个好好的。好好走吗？好好，这个没有办法好好走。东西都很，他给我，他不给我们好好走，他都不给我们路。果粉。可以。不行，谁呀？谁呀？可以。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还是你跳针啊啊啊！这个声音超耳的，插到肉。要这样子度过吗？我们刚刚是有进，后来有人赢的吗？没有，就都没有。各过一次就没了，超废的。我不小心被载过去了，忘记跳。你要死啊！那你死了，你哥。对。哎，我又忘记跳了，该死了！我要转几轮了。累死了。然后上面又有箭，什么时候有箭？谁放这儿？超一致的，快走快走，快啊！啊，还有刀，还有
跳啊！刚误导人家了。啊，没时间了。啊。跟着跟着一起录。Get out! 而且人超级的 Get out! 六个选标